Thank you.
这批国宝被抢走了，谁干的？知道吗？哦，原来是我丹呐，好大的胆子！记住，三天之内我要拿到国宝，不然，哼！是是是，老板，遵命遵命。 哈哈哈！哈，没用的东西，还给！他妈！你这个窝囊废，把我们的脸都给丢尽了！老大，这档子事儿不能完全怪我，刹车也给人破坏了。你不要找理由。是真的，刹车失灵，不然以我的技术。 一定脱身，不要啰嗦，丫头，老大，老大，各位，老板已经下令，限我们三天之内把皇冠找回来。老大，首先我们应该派人监视香槟夜总会。 盯住罗丹娜，别让他们把皇冠转手。嗯，老大，对方的势力和功夫都很辣手，去找高手，专门对付他。谁？雷刚。老大，你是说大华道场的雷刚？嗯，老大，雷刚是不会答应的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他哥哥雷鹏那儿下手。对了。 我们先去找雷刚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们就用他哥哥雷鹏来要挟他。老大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要挟他呢？我们的车子都是给雷鹏修理，这次刹车失灵，正好赖在他的身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！这！哈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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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请他过来。我们宋老大有话跟你说。 宋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哈，雷先生，我们公司有批珠宝被人劫走了，想借助你帮忙。宋先生，恕我冒失，是不是黑吃黑？雷先生，我们可以付高酬啊。对不起，这个事我不能做。雷兄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我不做。 讨厌！我的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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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雷哥。修的车刹车失灵啊！你哎呦啊！丫头，你最近好像苗条了一点嘛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啊？啊！嗯，你这件旗袍很合身嘛。啊，雷哥，你刚才笑什么？啊，他问我什么时候喝我们的喜酒。电话。喂，你找谁？哦，请你等一等，雷先生，你电话。啊，找谁呀？你的电话。哦。喂，我是雷刚。啊？什么？你们把我哥哥怎么了？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好，你们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现在是什么年头了，他们还在用化妆监视的老办法，把我们当成瞎子了。
哦，嗯，天杰，那边来的消息，听说宋平已经请到高手了，我马上派人去查查看。高手？什么高手？我们去干掉他。是。你们要小心一点。雷鹏，你把我们车的刹车弄失灵了，现在让你尝尝苦头。不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为这个事我们损失有多大？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把刹车弄失灵了，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活该，谁叫你弟弟不跟我们合作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李刚答应来了。好小子，胆子倒不小。啊！把雷锋给我压住。你不要冒失，大哥，你们太卑鄙了！不这样，怎么能够请得动你的大驾呢？走，带你，走，老弟，请吧。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东西，到底想把我怎么样？那要看你的弟弟雷刚肯不肯帮你的忙了。先请你在这儿委屈几天。哼，你看好你真的要去帮他们把皇冠抢回来？大哥落在他们手里，都是我害了他。可是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我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只有这么一个相依为命的亲人，从小是他把我带大的，你说我能不去吗？我知道。
丹娜。为什么事？我是来要皇冠的。皇冠？什么皇冠呢？少跟我装蒜！快走！快把他交出来，否则我把你扔出去。刚这小子，哼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天杰，嗯，你要替我出出这口怨气。当然了，大哥，你跟雷刚的交情不错，我们想点法子在他车上玩点花样，让他撞死。别胡说，那样太痛快了。我要想个点子。让他好好尝尝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味道。大哥，这小子的功夫太高了。他的功夫是不错，但是他的脑筋不够灵活。他被丹娜耍得团团转，自己还不知道呢。老板，老板，大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把雷鹏给带来了。哦，大海，这次你的功劳不小。来，请坐。不了，韩老板，
我得马上赶回去。哦，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的，您得防着点。哼，他们不来也罢，来了要他们好看。雷兄，东西到手了。我哥哥呢？当然，我一定会把令兄放出来的。我们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文斌啊，你就把雷先生请出来。是。喂，什么？雷刚，你等一下。喂，我是雷刚啊。老大，老大。你请我哥哥来，我要跟他说话。你跟他讲话。二弟，我是大哥呀。大哥，是你吗？二弟，车行的事你帮我照顾一下。好，大哥，我会帮你到车行去照顾，你放心好了。谢谢你，二弟。雷刚，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开始不管你们的事，不过你要遵守诺言，三天之内把我哥哥放出来。那当然了，我可不敢得罪你了，我的手啊现在还疼着呢。哎，你记住不要亏待我哥哥，他是我的贵宾，让他住最好的房间，如果他有兴趣，我们这儿有的是漂亮女人。希望你不要开玩笑。哟，我哪敢呢，我是说真的。什么事？哦，没什么，是被蚊子咬了一口。老板娘，这杯国宝要不要我还给你？不用了，你留给宋平吧。我哥哥呢？这是最后一次原谅你了，如果再像上一次一样，我绝不饶你。是，我一定小心。老板，国宝拿来了。雷刚打的。为什么要打你们？因为雷鹏失踪了。嗯，好，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James。混账！还不把人召集起来？准备去夜总会。啊，雷刚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大哥好吗？嗯，大哥说先把修车厂关起来。哦，你跟他见过面了？我们通过电话，他在夜总会，两三天就出来了。现在才来呀？你上去吧，这里由我来。
Greift ihn!全怪我们，他们早就有了准备。雷刚这个人，我们一定要捉住。老板，可是雷刚这小子吃软不吃硬啊。嗯，老板，嗯，这个不用愁，我知道雷刚有个女朋友，叫做沈诗韵。好，快派人把他抓来。
板要找你，押走。哎，走，走，干什么？走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快开门！大哥，小李，哎、快点！啊，大哥，哎，快！哎，小李，去端杯水来。啊，是。你照顾我哥哥，我去找医生啊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跟我去一趟，快！好，快！我哥哥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行了，大哥，你会好的。不，我知道。大哥，二弟，你要为我报仇。啊，大哥。一定会替你报仇。喂，少爷，沈小姐被人绑架了，那些歹徒要你听电话。天之后，过时可不要后悔。好，你等着吧，我会把皇冠送去。你有什么用？是老板，我就去把叛徒查出来。哼，快滚！是。我求求你们，放我回去吧。等雷先生把事情办好，我们一定会放你回去。雷刚只有一个人，他有什么办法替你们抢回皇冠呢？他会有办法的。哦，原来是沈小姐，白姐姐。嗯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嗯。那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做个朋友。金明，你去忙公事吧，让我来招待沈小姐。好，你们去吧。嗯。
老板娘在哪里？在楼上第一间。里面是不是韩天杰？皇冠在他那里。很好，这回总不会白跑。丹娜，把我的睡衣拿来。哦，我马上来。丹娜，什么事？原来你就是幕后老板，真失敬的很。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，没想到你背后暗算我。雷兄，你饶了我，我韩天杰，皇冠在哪里？在保险箱，快拿出来。姐姐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你说吧。请你通知雷刚，我不能让他为了我而送掉性命，否则我也没办法活下去。我替你通知了。白灵，我是来找雷先生的。请进。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雷刚的女朋友吗？你来的正好。我们正要找雷刚算账，你算是赶上时候了。
小李，你先帮白小姐上点药。好。雷刚，你不要走，我不要紧的，你赶快把国宝交给警方，世韵那儿我会照顾他。我会找机会放了他的。不，我暂时不能交，我要用他为我大哥报仇。可是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已经决定。叶刚，叶刚，小李，你赶快去报警。不行不行，看我的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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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小姐，你一个人在房间吗？白灵呢？她出去了。她不在最好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。把他看住。是。要不要看国宝？啊，雷兄啊，有话好说嘛，何必这样呢？我们说的好好的，你把沈小姐交出来，我就交给你们皇冠。现在还没有看到人，他都想抢皇冠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对对对，雷兄说的对极了。哎，沈小姐呢？她在我们老板那儿，我马上带你去。其实啊，我们老板也很仰慕你，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。废话少说，走吧。是的，宋斌也带着雷刚去了，他们是到大老板那儿去了。喂，喂喂喂，高大海好像被人做了。啊，事情已到这地步，我们要赶快想办法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马上去把国宝抢回。慢点。现在东西已经拿来了，把人交出来。你先把东西给我，我马上放人。少来这套。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，来对付夜总会那边。我跟你们志不同道不合，不能合作。哎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把人带来。雷先生，
别急嘛。我把人已经带来了，你该把东西交给我了吧？我们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好。好好的对待世云，她是个好女孩。嗯，我好好。
后悔。白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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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雷动，过来，哎，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啊，站住，站住，别动，啊，没有。哎呦，白灵，白灵，白灵，他死了。诗韵被他们关起来了。啊，诗韵，他在哪儿？我们去找。好。啊，曹探长，沈小姐交给你了，我去追他们的首脑。雷哥。Thank you.
Come on.
气。雷哥。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